鱼是它的，它太肥了鱼。对，那鱼是活的。妈妈是。把妈妈这个袋子拿好，啊，我们把这个鱼去放生好吗？纸，红纸。这鱼在这里已经请菩萨请了3个小时了，现在把它去放生，走吧。放生了，每年都会放生一条鱼。这鱼现在都还是活着，现在已经跑到远处去了。走了，来，我们回家去了。我出心了。浆糊是用面粉做的啊，然后擦在这里就可以浇在床上了啊。这个是贴在门上的。等等，小粥。小粥，对，这是这样的，这是前面这个爽宝宝，这么这样可以了啊。它只是它的头有点上去了。我是天灵宝宝，你是男的，女的，我是女的，我也是女的，这样两个一样高了吗？嗯，是的。好，贴上啦，两个宝宝，想要右边， yeah. 我喜欢左边。灯笼喽，买高过。这个是我的灯笼，妹妹。你的灯笼在另一边。